是有味道的呀。好吧，没关系。吃点饭。漂亮。我这刚吃个饭，一血了。因为这是五个人的游戏。对呀，因为这是五个人的游戏。别老因为我零杠四，你就感觉我菜，兄弟。那有没有打野？差不少事儿呢。那塞拉斯跟个犊子似的，那前期。要不是那对面那浪一浪，我跟你说，他一个人头他也拿不着。打一波。但是没咋掉血，螳螂会不会二级上来呀？凡事吧，别老看表面。那我把德赛杀了，怎么德赛就没有我厉害了呗？我怎么我单杀个 Rookie 我就是世界冠军了？ Rookie 就菜呗。你得从方方面面来分析一下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这剑魔耗我血耗的挺欢呢。没闪我死不了，来，他有闪，没办法。他没闪现，打死他。剑魔也没闪。龙王啊，龙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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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了，我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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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们都得死。游戏直接结束。上路线爆炸，中路线爆炸，人头全部都拿下。这就叫有打野跟没打野，打野会不会玩？我跟你说，整场比赛的走向这就不一样。你整个打野前期啥也不干，整个零杠三跟个犊子似的，前期你啥也不干，那你这把肯定就很难打了。这游戏就打前期，现在谁哪有打后期的？打后期的基本上都拉了。
说宁不会玩了，宁的蓝枪确实不咋地。我只能说那一把啊，那一把分析，那个他那蓝枪确实不太行。当然也跟他们整个阵容有关系，他那阵容连个前排都没有，留人留人留不住，前排又没有，你说那自己家后排虚区环境，那兰博奥恩大一撒下来直接全部半血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，这剑魔本来这波都死了，他没死，这波本来是死的，我赶紧把他杀两遍，把晋级赛打完，赶紧上个峡谷之巅，哎，打个一个礼拜不到，给他打到大师，大师开始上分，上一百两百，上到四百分大概需要两个礼拜左右，哎，把他打到王者就完事儿了。这时候我在这老磨叽，谁又猜不猜的，这个剑魔把它放出来啊，把它放出来，这个兵线啊先清一下，去野区，你打不过俺们俩，怎么的，三个人就想打俩呗，想的是挺多哈。砂糖拿来，漂亮。那小破龙王能有什么用呢，剑魔又崩了，剑魔兵线又往这边推了，你看。马上我八级，他六级。上路在月台边塔，直接游戏结束。你觉得我能让你补刀吃经验吗？往回拉啊，28秒有大。先查个眼，防止这螳螂过来赶赶我们，他马上还得死一波。有点想多了，兵线控制折磨他，来自南边汉的折磨。他没地方去了，他跑中路去了。
这边又死了，飞过去吧。六级，其实你说这个剑魔他菜吗？他菜不菜的？那不一定，不一定菜，你知道吧？他不一定比我差劲，并不是我比他强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我们整体实力比他强。让他很难受，我自己我其实打不出来这么大优势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啥回事？哎，没事，他应该追不上我，他追我一个 QE 我也死不了，你说？你把他杀了，来，哎。25，生气了。谢谢柚子姑娘的飞机。所以说我刚才我就不应该吃饭，叔叔啊。哎呀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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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卡好卡好卡，怎么开始卡了？干嘛？这气的怎么还爆了个针眼儿呢？呀，龙来了！哎，没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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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哦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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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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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并不能摇过我呀。不能摇了我，怎么样？刚才他可以跟龙王画个圈儿，画不了圈儿，没办法。为什么我没有走位呀？他螺旋丸，螺旋丸跑得越远，范围越大，躲不了。
而且刚才龙王不是在加速的吗？刮痧吧你！对面还挺顽强，我发现。挺顽强啊，吸个血。我为什么会这么卡呀？按理来讲不应该卡的呀，其实60多也就还好。这就是惠普笔记本吗？直播咋用笔记本啊？直播用笔记本操作多费劲呢。你要视频直播给你跳个舞啥的还行，游戏直播用笔记本稍微勉强了点，薅着薅着可以薅着，下路是双薅着，螳螂剑魔来了，给俺们俩给框住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哎，加个血，加血呀，巴德！峡谷平台显示维护什么意思？你没资格。这不正在打艾欧尼亚钻二的拿资格呢吗？哎呀，为什么会塞牙呀？影响我的操作了。这好像有一根筋，哎呀，塞住了，很烦。情况不对呀、啊、大龙哦，大龙估计可能是有了，给他们吧，没事儿，给他们，他们家也翻不了，没用啊，没打下来，没打下来那更翻不了了，本来他们家还有点机会。
好卡呀，就 A 人会，就是 A 东西吧，会盾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来杀个龙，他怎么会跑到这里面？没踢倒，这 AD 在干嘛？先杀了得了吧，吸点血。哎呦，这凯南虚区有点高啊。不是吧兄弟们，啊不是吧，来个秒表，打野只帮你下路肯定炸，那你像那么说的话呢，那确实哈。这句话说的没毛病，这把炸了全部都赖我们家瞎的。这 ADC 刚才上头那一波主要是因为他前期炸了，所以说应该是赖瞎的，他的心态不行了。咋这么卡呢？这把输了都赖瞎子啊！俺们的下路没什么多，确实。他交闪了，可以。踢得准呢。哎，这螳螂没死不应该呀、啊。打龙来，给我加速，开个洞啥的。哎，这个大开的好，800块。Nice， 拿小龙去吧，走。我真的好卡呀，你们能看出来应该，这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呀，一种莫名其妙的卡顿，延迟都还没啥，你瞅这打着这丢包，这都有点丢包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你看我那 Q 都慢半拍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没发现我那个 Q 的伤害都出来了，但是动画效果没出来吗？
旁边指定是有人儿。不是掉帧，帧数没问题，就是卡延迟。我应该把他那个套给他打掉了吧。这两路还差一路，就把上路一破，游戏就结束。我是真佩服有些人啊，你这那 ADC 跟那半身不遂似的，跟那个他都重病患者了，那 ADC 往人脸上冲，跟我来了一句：“瞎子老帮你瞎子肯定炸呀。”俺们家下路就都是半身不遂的，就必须跟下的必没有人必炸，是吧？对面的下路一定能把我们家给打爆。那螳螂一直在上路跑了好几波，我记着啊，我记着这螳螂好像跑了好几波，让我们一直杀。瞎子不帮下路肯定炸呀，肯定炸。你下回打野你别让我碰着你，我打野一不来帮，哎，我自己让人单杀，我下路打上路打不过，我就这样说，你打野不来上我肯定炸呀，我打谁都炸，我都是菜包子。那你零杠四怎么不说打野？那对呀、啊，那打野不来中，我肯定炸呀！那打野，俺们那把不上路下路都爆了吗？打野不来上中下，那肯定炸呀！那肯定是炸的呀，知道吧？这个剑魔，我估计我能，我都神装了，人家一件干。哎呀，这剑魔！你这俩薅的，两个薅的，哎，跟我来了两个薅的。呀，怎么不拆塔呢？这？